嗨，大家好，这个就是，要改一下，这个不是 put one，这个是 call warrant，因为我是抄之前的一样的它的那个 format，所以接下来，这些就是我所需要的资料，然后这里还没有 insert，还没有放那些方程式的，这两个我要维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 MYEG，我就打在 MYEG 好了。So 它的价格我就放这边，So 这里我就放这个颜色，还是用这个好了。Format Painter 放这边，然后这里就等于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样东西先，因为我刚才已经是拿了它，总共有几个平板的，所以这里2、4、6、7 A B C D 到 G，总共有七个，所以。这里我们就放七个啦，同样的只是这样拿上去就可以了。我只是七个，然后检讨一下。对了，就是这样的。除第一个是这里之外，然后其他是一样的。说我是更新这个，我就不需要更新这个，所以这边就省了很多时间了。这些我不懂了，可以了。So，基本上这个，等下我才做一些东西啊。是有多少个 unit 给我买？然后这个是放，reference email，哎，不是 reference website，就是我拿他的那个资料的 website 啦。OK，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的那个资料，这里是从一。到，没放这个，不好意思，一到七，so few series，OK，这个 MYEG dash CA，看下来不能，哎，没有这个方过的方，没有这个方 function，不用紧，我们自己慢慢这样改它。接下来，E F G，这个是，等下先按这个，我们 Painter OK，所、so, 接下来我们要就找这几个资料了，一，没有，正确来讲是这个四个。5个、6个啦 接下来我们就去这个 Busan Malaysia listed company under structural warrant 那边，然后这里就直接选打 MYEG，所以它直接是 CSN 啊。然后上面这个 category 我只是要看 listing information 的 profile 就够了，所以我是按 submit，说还有改过了的，说这里就简单，接下来同样东西只是做重复的做法哦，按 CB 按 submit，哦也是更改过来了，我们就拿最新的了，CC，好，CC，CD。CC, CD, 全部改过来了，哇，这个全部好像哎，没有才刚出罢了，哎，没有出很久了，真的要小心了。C E，CG，蛮多股票好出一下啊。好了，这个还没有好。这也是还没有好，
所以 refresh 一下，好了。So 接下来我们就基本上是 copy paste 而已了。最重要的我还是看的是 maturity date，哇，19号，这个根本就是自杀了。现在12号，还剩下几天给你抄了，这个真的是要非常小心这个。So expired date。为了方便，我就看这边好了。Exercise price 1.34，Conversion ratio 是3:1，总共有100万，不是十亿个 unit，这你要改掉还？这个 format 还没有改啊，format 为了方便看的话，我就这里不需要看这个了，放这个 1000 separator 是看有没有打错而已。所以这里有几个东西要改，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 exercise price。这个我们要放的是3个，然后我写这个到这里，number 这里是放3个 decimal place，因为它一个 bit 是0.005，虽然还是也是 exercise price，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放啊，这个 intrinsic value，这里也是同样啦，放三，这个也 check OK，说好了，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了？Unit 已经有了，这个是算出来，expected underlying 也是算出来，issue broker 看它的 broker 是谁 issue 的，Maybank Investment Bank，这个真的是。很适合短期的投资的投机的人。OK，所以这里就是我所需要的情报，然后这个就是为了我方便来参考的啦。只要它那个连接。说到 CB，CB 接下来是看它那个。过期是哇，30号这个还长一点点，哇，这些真的不注意，你没有做这些功课的话，你基本上是亏钱，很大可能是因为亏钱，因为分分钟会变废纸。Exercise price 就是 revised，我们看 revised 1.30，conversion ratio 是2，对哦，这个就是 bonus issue 1:1。1,2,3,4,5,6,OK，所以接下来这个我们就看是 CIMB 是不错一下，这可以注意，然后再这个是用来参考之类的，你不要拿也不用紧的，这。是为了方便，我可以开回去的时候再放下去。接下来这里，这个比较久一点，到下个月，过去下个月，exercise ratio 是2.5，rise exercise price 是1.5块，然后总共只有。4000万个 unit 罢了 这是 HB Bank Investment，这样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价格呢，要价格等下才看。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同样的东西，我是重复的做多7篇，这里是完全还没有开始做好，还没有迈进任何一个 Call Warrant 之前所做的功课。接下来就是这个 Maybank Investment，OK。
说大致上是知道他的情报是这样来，然后再考，再抄这个。他的网址，这个过期，第一个是我是通常是看过期，也是，哇，这个很久，这个可以值得看，7月 是多过6月的。然后这里接下来是 exercise price 快半，基本上全部是在价了。如果5.4，5.4，刚才已经是走了，那个封面要打下去，他才没有走啊。3对1，这里就是。1、2、3、4、5、6，好了，这个已经看好了，然后就到这个，这公司的东西是蛮高一些，这里来注意一下哦，看一下先，这个也是他出的，第三个。这个就可拿个出的，可拿个可以省略掉这个，然后只是这个只是为了我方便我参考而已。然后这里为了更加简单的看哦，我就会用这个 freeze panel 放这个，我 select 在这里，这个是 C5 啊，所以它就是调我调左的时候我会看到是第几个平单，好，然后就放小回去，所以现在我是看 C1。C1 第一个要看的，永远都是它的即时过期，然后转换价是2块1，这个转换 ratio 是3，然后有多少个 unit，这个只有3500万而已，就只是这样多，OK。然后这个可以关了，接下来就看这个，是同个时期来的，这个就1.75，也是同样的，这一个了，这一个哇，这个是很久，最久是这个，所以给我看上的话，我会选这个，不好意思，放这个跟这个值得看，然后这里就是2.05，这里就一个。单位，好了，就是这样多情报而已，这个也是关掉哈，不应该关掉哈，先，不要看它的价格，现在是1点多，就还没开市，所以我直接可以开这边，MYEG 是 M 字头。NYEG，所以我就直接 scroll 去 NYEG 那边。说 NYEG 现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缺点就是看不到是哪里是卖进价，buy sell 我这边，1、2、3、4、5、4。所以这边是。
不能再买了啊，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看了，粉红色不用看了，然后 CB 这里我要讲解的是，移过去一点。我这里会放的是0.665，为什么放0.665？因为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跳掉那个排队而去买的。我这里是1000个 unit，但是还是说不懂我剩下多少。CC 是0.465，这是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了。这个哇没有价值。放0.195啊，0.195就是你排比较高，所以你就可以拿到那个票了。如果有人要肯丢给你，前提是有人肯丢给你，是0.24，然后 CF 是0.315，GCG 是0.29，全部是有价值了的。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它的 intrinsic value 是怎样算的。说由于 A 已经是很接近那个过期了，所以剩下7天不到，要不要这个风险也是可以，这个风险是直接是你投多少钱就直接亏本那种了。诶，刚才我还没有放一样东西，就是它的那个价格是多少哦？它的母股价格目前来讲是2.62，好了。虽然是2.61啊，但是我放2.62好了，2.62，intrinsic value 是这个母股价减掉这个 exercise price，当然是你要括弧再除以三。这就是它的价值了，看你有没有看错 好了，然后就直接拿下来，我应该放的是，不能放 C1，还要改掉这个，放这里，然后再拿下来。这个就是 Excel 的一个很搞笑的问题了。诶，有这样大的坑头吗？哦，没有，这个不是坑头，看清楚一点。这是它的那个价值来讲，所以这里我要全部要放保险了。这里我就放回那个颜色，慢慢调那个颜色啦。是这个颜色，有点麻烦一下，所以应该是这个，所以这个黄色，这个是粉红色，哎，随便的放这个，还是放浅一点也是可以。哇，这个 CB 很接近它的那个价格一下，这 CB 是可以看一下的。等下我们再看它的图，这个诶，算是折扣一下哦，不是折扣，很接近一下。这 RHB Maybank 就很贵了，一看这里36 cent 它，诶。你真是没有看错啊，0.26这里，诶，他们没有做东西，再看一下，再给你看一下，是哦，这样搞笑，CD。
看一下先啊。诶，这样大的砍头，是没有人注意到，有没有？这就是他的，看清楚啊，这个 foreign OK，这个蘑菇减掉 exercise price 除以三，OK，有错。他 premium 我们来看一下，珍妮，这个是没有 value 了，这个。先放这个零先啊，不要放零也不用紧，它的那个它的这一天的收市价是多少？CA 0.475，你排上去它就有人放了，所以你就放0.475好了。Premium 呢，就是这个股减。Intrinsic value，这里要括弧它，然后用 absolute value 就是这个，当它有负数的时候，也就是它完全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它的 premium 啊，除起来，因为它是。负数减负数，它会得到正数，再除以负数的话是 negative premium。但是这个 negative premium 的正确解释为是被低估，所以我这里下面那个除那个一定要放 absolute value，就是拿它的只是它的数值，不是它那个正负那个没有看的。所以这里我就再按下去，然后我这里就直接拿下来。当然，为了要看到每一点的话，我。就放一个100分比下去啦，这你就拿下去，然后其除了这个，所以我刚才我就很惊讶的看到45这个有吗？CD 没白有没有这东西哦？我来看有没有算错，真的是负数完美，current price CD 是0.195，这样大个敢拿来面就讲没白，我们是不看好啊？是0.205，是不是这样？我傻眼，直接 CED 就尴尬了，干嘛？这个你 expected underlying 就是如果你现在这个价值卖进的话，你就要乘以三加还是减啊？看一下先啊，你记住应该是加，我要去看一下那个 formula 先。这里要放黑色。是加，再 put 完应该是减，put 完了 check 下看先。是啊，减相反，这个是一三。Exercise price 减掉它，减掉这个才拿到这个它的价值。有时那些程式方程式我自己也是会忘记，所以要确定一下，看一下。这里看一下，再看一下，有时也是要确定有没有看错，所以还是看多一点好。这边来讲的话，CD 还好有放那个连接，这里就是那个时间去看一下的，按过去，等它出来。1.54，对呀、啊，没有错，1.54，是哦。28号，有哦，这个可以，很值得去看一看这个。我不会讲什么，我没有给予什么买卖建议。这个，自己心知肚明就好。这个 Excel 我就不
不分享，我只是教你们怎样做功课。So 值得看的是这两个啊，这个 CD 跟 CG，然后其中你，眼明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这里是我放回黑色，哎，哦，这个是那个负数还是放红色？这还是放回黑色好了，不要困扰人家。所以这里一看到这个，如果以及你全部人一窝蜂的去涌进这个指数，这个还没有更新。你看之前平面这样高，倒不如你涌进这个不是更好？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从危机中看到一个机会。这里或许有人认为，股市是在跌着的吧，所以没有什么涌进。所以这个，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就是看它的图，software，所以就是 chart analysis。好了，这里，这个就是股市，机会随处都是，每个都要看哦。这个 MYEG 最新是最新的哦，最新有一个缺点我最不喜欢就是这个，暂时上没，哎，这个很想拿掉，就是它不给拿掉。在，你看整个局势是在跌的，它还是上升，这里是横摆，在这边，如果你看不到，我还是画条线，这边是横摆，不过这个是之前了，这里是 bonus issue 一堆没有错，然后我们就接下来看那个它每一个的那个平单好哦，CA 你也是可以看到同样的。走势，这里就是怎样在坏的事那边找机会。这里也还有一个 MYGCB，哇，机会来了，GCC，shooting star，这个，看一下先，CD，这个没有交易。没有票啊，CD Maybank 这样好笑，我不懂啊。C 也是一个 shooting star，至少这些是有票的。CF 这个也是一个 shooting star。MYEG，CG 这一个，这个就没有 shooting star。说、so, 衡量那些，这里的有多少个单位，然后你的卖进能力，你就排在那个价位看一下啦。So 接下来策略方面我就不分享了，这边只是跟你讲解怎样做功课，怎样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准备而已，会花多少时间，看从我开始做出来，如果没有一面讲话的话，一面做的话，应该花超过30分钟就可以准备的这个整个 Excel 了。你看到极简单，这东西就是这样而已。如果你有兴趣要学到更多的话，这个是我的 Facebook，然后你可以来这个网址。Yes, you like. 然后你不用看，你如果你要免费说的话，你就放你的名字，放你的 email，然后你按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不要，你就可以直接按这个 block。有两个方式可以进入我报名我的课程。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 upcoming seminar workshop hot coaching program，2015，seminar 那边按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这样，这些是我其中一个实战的经验呢。然后这里就是给钱后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给bank transfer，银行转账，另外一个就是信用卡要去 PayPal 那边的，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按这 scenario shop，第一个就是去年我已经举办了两个，然后我的学生基本上是专盘可观一下了，给你是值回那个票价，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啦，如果没有的话，就在我的分享到此为止了。这个 seminar 这个讲座会是基本上是会以英文为主咯，不用紧，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还是会也可以用坏了要跟我交流了，不用紧的。所以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谢谢。